老爸老母啊，才三年前就拢已经过身一世啊。啊，你无伫咧哦，可怜啊，恁老爸老母来水，好你家代哦，地方迄个国块东方做人真好哦，啊。战队，虎表相望，同兄同福，替我开拓迈进，心事宽阔已经。金钱太大了，哎，爹
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不吝啬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好不好？
从早上一大早辛苦就来绕境，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些人是要对他们这个表演，我不吝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
流啊，由咱执行长啊高仁忠啊所带领啊，即是咱上届咱金马奖流啊年度提案招聘活动啊，再次啊代表咱金马奖流董事长啊郭女士，所以当干事啊蔡主感谢。感谢咱啊，大家欢迎的，咱高隆中啊，咱这个啊市长，还是咱哦，咱台北市啊，个咱的局长陈锦祥的这个欢迎。啊，所咱进入是咱的白沙啊，白沙啊，市领导啊，以咱这个啊，邀请吼啊，这里委员啊，多带领啊，这是咱市长邀请的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感谢啊，感谢感谢咱这个白沙市领导啊，咱所有咱这个领导。啊，长期支持咱吉安邀请的活动，啊，在厝也是代表，啊，咱金马奖流，啊，咱董事长高女士，啊，以及咱所有董干事，啊，来感谢，感谢咱白沙奖流，啊，咱所有的这个孙仔孙姐，咱所有顶头，啊，支持咱来赞定，啊，咱参与咱这个啊美丽吉安邀请的活动，啊，再次感谢。
Thank you.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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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Thank you.
感谢啊！咱
回完东京最终目标，啊，咱是民捷啊，这里委员，咱所有委员，依然所有亲戚叔侄，咱点头啊，参与一齐，依然条件活动啊，再次感谢啊，祝大家会当平安顺心，会当平安发大财，感谢。啊，昨天咱所有委员啊，还是咱做点头啊，这次致敬啊，咱这个今天啊，今天邀请的这个活动啊，在此代表咱高级市董事长所有同仁指挥啊，感谢感谢咱啊，高金忠啊，这位委员，伊是咱所有重要书记啊，再次感谢感谢恁这次啊致敬啊，咱这次的这个礼礼今天邀请活动，再次感谢。
情，啊，咱山人来平安平好阳，啊，咱清水祖师，啊，咱欢迎咱啊平好阳清水祖师，啊，咱的信界，咱所有众信人啊，即处参悟，咱准备指标，啊，咱伫咧啊邀请活动。啊！为了感谢，感谢咱啊，亲戚祖师伫咱种心肝，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咱今天的节目，多谢受董事长以及所有当官书，啊，感谢，啊，感谢啊，咱啊，啊，如果让咱亲戚祖师伊是咱的种心肝，啊，即次啊来赞敬啊，参与咱的这个啊，这个教敬活动，非常的感谢，真的。再次感谢，感谢咱乡亲，咱亲戚祖师，啊，祝咱亲戚祖师啊，福慧金星，啊，心度万全啊！啊，再次感谢，感谢啊，咱啊高锦庄出的温暖，来所有温暖，啊，咱所有咱这边老师啊、师姐啊来站定，啊来参悟，啊来顶礼敬礼，平安交敬活动。啊，再次的感谢，啊，祝大家会当平安顺心，财源广进，会当富贵万贯。再次感谢，感谢啊！咱平好爷，咱亲戚祖师的哦，感谢。是啊，今夜十五分，欢迎乡啊，咱欢迎啊，这次啊，由咱这个啊，苏进双啊，钟汉书。啊，咱在面咱所有啊，咱这个委员啊，咱这些人员啊，咱所有的孙仔孙仔啊，即阵来站定参悟啊，敬拜慈英庙，你咧啊，绕境活动啊，在此代表归受董事长以及所有当干事啊，来感谢啊，感谢咱苏总干事，咱带领咱所有啊，咱这服务团队来站定啊，参悟即阵今日绕境活动啊，再次感谢。啊，首先欢迎啊，咱啊，欢迎江岸神龙官啊，是咱的这个啊，欢迎进行啊，咱的新春啊，这次啊，咱的参与咱的啊，吉安邀请活动啊，再次感谢啊，感谢啊，咱所有咱的新春啊，这次咱的参与吼，那会咱来啊，祈求咱所有啊，咱的这个啊，地面昌隆，带咱平安顺心啊，感谢感谢，欢迎江岸的新春。把咱的信仰来参悟。Thank you.
欢迎咱白沙中顺庙。所端的所有的党干事，以咱所有的这组人员，这组镇定南京的执行庙你的邀请活动，在此代表恭喜党首长以咱所有党干事，来感谢咱白沙中顺庙台金柱党首长以及所有的党干事，祝咱中顺庙友谊永固，祝咱中顺庙香火鼎盛，神威显现，圣道圆满啊！Thank you.
亲哦。那这就是他旗下的这徒弟哦，啊，整个每次正斗出来，他的表演都非常国际级的一个比赛。啊，我们再次啊，这边掌声，我们给我们啊长兴我们各位的这些小朋友们的掌声鼓励好不好？小朋友，小朋友在这个地方不会学坏，而且能够学到啊一技之长，然后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表演。啊，我们再次啊，这些掌声，我们来感谢我们啊长兴古师傅我们的舞龙团。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真正专业的舞龙团啊，所看到所有的表演跟一般啊的表演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这些排阵都是非常的专业，而且看到全部都是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们，今天为了我们啊云美奇妙我们年历造庆活动啊，他们今天也特别请假过来这个地方来做这样一个啊造庆活动啊，也祈求我们地方能够地脉昌隆，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啊，也能够祝福大家都能够健康顺心啊，富贵圆满。
最精彩的表演啊，今天就在这个良辰献给大家，真的非常的棒，谢谢谢谢我们金长兴，我们的海洋卡，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在手啊，代表啊，咱金马市领导啊，党国一是党主席，是做党干事啊，咱来感谢感谢咱各位财务夫人啊，咱信达啊，财务之处
啊，咱交警活动啊，再次感谢。对是当书记，所以当干事，来感谢感谢咱贝大夫，啊，祝恁白沙江顺庙啊，一飞冲天啊，幸福满天下，啊，永光庙有余英国，来感谢感谢贝大夫，谢谢大夫，夫人，啊，这次啊，感谢啊，感谢咱啊，台文山啊，海关林陈胜文，啊，这次啊，咱再见啊，啊，参与啊，咱新北新庙啊，吉安交界活动。那陈叔啊啊，终于会当高票当选，那也代表咱高雄县当书记，伊哩所有咱当干事啊，感谢感谢咱陈胜文，啊，伊是咱台湾啊台湾当书记啊，啊是咱所有咱这个团队啊，感谢恁这次啊，咱参与咱啊邀请啊这个活动。朋友们，欢迎我们，我们这次我们勉励啊绕境活动，我们。景美旗印庙，我们重头戏，我们所有正统，我们要进庙了，我们掌声鼓励，欢迎各位正统。Thank you.
电音三太子，让你再跟三太子互动一下。
们热烈掌声，我们感谢我们电音三太子。走前面，然后宝仪尊王会走后面，所以我们也代表
我们的军人都非常的疼老婆，所以非常的尊重我们夫人，所以也是我们男生的一个典范啊。所以各位，然后我们景美奇妙来拜拜，也是代表的各位，我们都非常的疼老婆。那我们林氏夫人当时也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军队能够有粮食可以吃，后来他谦虚的用他的肉身来给我们的这些兵将吃，做最后的一些战力，能够继续在奋战到最后。后来我们林氏夫人也被称为我们的恭维沈后。接下来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林氏夫人，也就是我们阿嬷。我们的主神就是我们的宝仪真王当时也就是说跟我们宝仪大夫死守隋炀城，然后战到最后越国的捐躯被封为神一直在我们文山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他们有这个农业神之称在以往我们如果在春耕的时候，我们都会请我们宝仪真王出去巡视我们的这个田野它能够让我们虫害把它杀死，让我们农民更能够丰收所以我们到现在这个季节也是在秋收冬藏的时节所以说我们特别出去来道庆，也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乡亲我们的居民能够来感谢我们宝仪真王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年历我们的这个绕境活动我们特别我们宝仪真王来出席，我们跟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宝仪真王圣驾。在这边我们也代表我们景美奇妙我们高一秀董事长以所有的董监事还有我们所有的信众大德在这边我们感谢我们宝仪真王以及我们的宝仪真王夫人我们林氏夫人阿公阿嬷以及我们景美奇妙所有的众神，也感谢众神我的庇佑并要庇佑我们武山地区能够地脉昌隆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心也健康心想事成非常的感谢我们宝仪真王以及我们景美奇妙所有的圣贤一直在地方来庇佑我们所有的地方民众非常的感谢再次感谢我们宝仪真王以及所有我们的众神灵的庇佑在这边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向我们宝仪真王我们来许愿来跟他祈求能够我们所有的庙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